Nice. 我们今天就是要为大家在这个2019的第一天，制造一个浪漫又放松的想睡觉的氛围。Yeah. 天天老师，我的吉他再小一点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，叫做《Rolling On》。就是今天是2019的第一天，那希望大家这一年呢，不管你去年就是过得很顺利，或者是非常阿杂，就是今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好。所以这首歌叫做《Rolling On》，献给大家。Hey， 我的伙伴。
兄弟，你怎么嘞？就自从我从来台中读书之后啊，就再也没有吃到好吃的，都是整个人都消瘦一圈了。你这样看起来像消瘦一圈，太苦了吧？哦，你不懂啊，我真的瘦很多啊，可不是因为那个台中那个天气那么雾，害我每次吃东西都感觉吃到一堆灰尘，好臭。你们台中只有 PM 2.5 而已啊！都去弄他头啊！然后就跟着我回家了。然后他跟我回家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他已经跟我回家，所以我就把他取名叫，然后我就把他取名叫彪董。彪董，就是，然后因为是成为董事长的人才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然后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就说彪董过来，彪董过来，彪董过来，彪董过来。然后就一直就一直彪董过来，彪董过来，彪彪彪彪彪彪，说你听得懂吗？不要动过来。不是啊，我说彪董过来，不要动过来哦。难怪你的狗会得神经病。换一个啦，还有没有人抽到？奖项不是只有一个哦，还有没有？有没有海鲜推荐一些？海鲜推荐当然就是海味啊！海味啊啊！我在三线找到海味啊！我知道 ，Messenger 啊 ，FB 啊，都是要找人的时候叫 tag 人家，那种在大声一点。所以你是说要 tag 海味啊 ？tag 海味，对 ，tag 海味 ，tag 海味，tag 海味。那我们欢迎姚富士通学长、钟正文学长、赵纯佩学长。感谢马文昭学长、李维学长带来的 Take the Highway。好好好好，我们是好，好，这是这个干话比较多。